OK， 然后这个车载侧边天幕呢，这根杆怎么让它变成一个淋浴间啊？我看一下，这里捏住，拉出来，然后这根再拉出来，拉到底，拉到可以这样摆动。好，然后前面呢还有一个，再拉，拉到底，拉到它也可以这样摆动。好，然后呢现在翻转过来，在这里挂上，好，这样就挂住了。那么现在这样看啊，实际就是一个四方形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尾部挂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OK， 这个杆搭好了以后呢，就是简单的有几个挂扣挂在这个挂点上，这一个淋浴间就出来了。这个淋浴间的尺寸呢是1米乘以1米1啊，非常的大啊，就可以进来了，非常的舒服。然后到了营地呢，只要把这个淋浴间靠到有水的地方啊，就可以不用跑到澡堂去，直接在这里就可以洗澡了，非常的方便啊，也增加了这个隐私。这个淋浴间要把它拆开啊，把这些挂钩取下，然后呢这后面的这两根魔术贴把它取下。 OK， 这个淋浴间就已经卸下来了。然后把这个杆收起来，这里顶起来，好，顶起以后一根根的穿杆穿进去，OK， 搞定。